我来看一个朋友，他呢也是，他呢也来大理了，还不知道从哪边过去的。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嗨嗨嗨！哦，有朋友来了，你选地方坐吧，来吧。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还没来过这里呢。为什么我不能把你？啊，这是个房车。这个哎，太巧了，我正在唱《小镇姑娘》。我们那个直播间的人问什么时候《小镇姑娘》出场，然后就你看我们朋友啊，来了个大姑娘。我先参观参观这些地方啊，这有摩托车。好好看过。头发卷还是长？我觉得刚才就看得出啊，对不对？这歌手认识好几年了，他也是来大理了。那我特喜欢听他的唱歌。啊，这边有什么喝的？啊，这边有水呀、啊。自制的冰棍儿，还有果汁，然后各种新冰的。果汁是什么？鲜榨的、啊，西瓜之类的哈。有西瓜、芒果。芒果，冰箱里面的都可以榨。这混合的多少钱一杯？20，都是20。20，嗯。来两杯混合的果汁。你要混啥？芒果了，跟橙子有吗？橙子现在没有了，只有芒果。只有芒果呀？对，那芒果榨出来黏糊的。对对对，是的。那要不要喝西瓜汁？西瓜不太喜欢喝。这个类似房车的，它是两层啊，看的样子。哎呀，是不是人家的家呀？这是打扰人家了，都不好。我溜达溜达啊，一边听音乐一边溜达。那摩托不错。我特喜欢这种摩托，我觉得女生坐在里面挺好的，挺酷的。开我倒没什么感觉，还不敢坐呢，长时间没人骑，上面有一层灰尘。要不然想骑在这儿感受一下，玩这行不行？哇，好晒呀，烫屁股。上房车营地嘚来了，骑这摩托感受一下。哇，哎呀，别说。这种摩托骑起来真的挺舒服的啊、哦！远点，这样子。别说，女生骑这个我觉得挺酷的哈。然后旁边这驮个小朋友，我带只狗，我就带它遛弯去。我一听到音乐呢，就是心情是格外的好，而且好久没听他唱歌了，真的。看多长时间啊？一年了，一年没听他唱歌了。这大理碰见了。好，房车营地嘚瑟来了。真晒呀，今天怎么这么热呢？赶在正热的时候，大理这边最热就是中午12点的下午2-3点的时候，那叫一个晒。尽量别出门，我可会找地方了，坐在人家后面看着人家听人家唱歌，看不到我。 OK 啊，有朋友问那个用了什么单份啊，声色不声音好，是哪里的朋友？那个我用了，除了用了一个 loop 啊， RC30 的 loop， 还用了一个那个 SY300 那个罗兰的一个极的合成器。今天终于可以玩一下除了路谷之外的东西啊。下一次前面说看到你是啥意思？哦，不是，这个是朋友啊，朋友约来了一会儿聊聊天，坐一会儿吧。纯朋友啊。这好几年了，真的我有一年没听你唱歌了。我来到你的城市，走过你来时的路，想象着没我的日子，
熟悉的那一条街，只是没了你的画面，我们回不到那天。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，在街角的咖啡店，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，和你坐着聊聊天。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，看看你最近改变，不再去说从前，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，只是说一句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。